你是在恶作剧吗，卢卡哥哥？啊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。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可是我已经结婚了。你是不是受人逼迫才嫁给他？算是吧，但也不是。小小，我一定帮你脱离顾家，让你成为我的女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小小，如果你需要钱，我的奖学金也马上到了，我也马上就要毕业，以我的能力，一定会分到一个好的医院。那个病秧子也一定活不成，一定会让你衣食无忧的。我想你肯定是误会什么了，卢卡哥哥。你这么说是在诅咒我的老公吗？我的老公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长命百岁，他都治了多少年了？可是你上次说了他能治好的。可是我不想治的，这个男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就不麻烦你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还有，请你以后不要再说我是你女朋友的事儿了。小小，我一定会让你成为我的女人。和你合作，我能得到什么？你能得到你想要的。这几天给我发消息的人是你？是。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帮帮你。你想得到林小小，我想得到顾思年，咱们合作。我自己的事儿不需要给你插手。听说你家境普通，比较缺钱。如果你不跟我合作，你的好工作没有，你的奖学金也没有了。你要相信我有这个实力。再说你一个普通老百姓，你拿什么跟顾思年斗呀？哦，听说顾思年的大哥最近也瞧上了他，那个男人可是真真的一个杀人见血的阎罗王。和你合作，我能得到什么？你能得到你想要的，而且会给你一笔酬金。只要你带着钱和林小小远走高飞，永远别再回江城。这是10万，事成之后再给你500万。我给你10分钟，你考虑一下。不用10分钟，我接受你的提议。很好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吧？我的计划是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吧？我的计划是。林小小，这回你死定。喂，小小，今天的事儿有点对不起，我想请你吃个饭，给你道歉。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，我不想因为这点误会影响我们的友谊。嗯，好的，没问题。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马上到。行，小小。哎，对了，前几年给你一本关于医学类的书，你还在吗？在呢。顺便带过来了。但是我现在不在家，要不我回家给你取吧。哦，没关系，那算了。行，那我在这儿等你，你尽快。好。谢谢啊。来，再喝一杯。小小，我这边搞定。干得不错，他交给你。林小小，就不相信这一次，我心里没人掉了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来，其实回家。
小小的字，写的什么秘密？你好，我叫林小小，秋天到了，我可以请你喝奶茶吗？别来呀！陈腾，这可怕呀！小小，小小，老大，这太太出去了，出去了啊！听佣人说，太太下午就出门了，说是去找个朋友，男的，到现在也没回来。喂，小小，走，小小有麻烦了，轮椅不要了，身上有备用的，走。小小，你别乱来！小小，你别乱来！你看到呀？啊，小小，你别乱来！打死你！陈可爱，这可怕呀！别乱来！这次吧。小小，这样就行。小小，我来了。敢动我的女人，找死！小小，我来了，不怕，叫我回家。哎，老大，你把少奶奶交给我，你从消防通道先走，赶紧回车上。我一个人看见你是壮军就不好了。我的老婆，我自己抱。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。哎呦，老大，装瘸子，装瘸子呀！我老婆都成这样，装你滚开！今天就撞了，快走！是医生，我太太怎么样了？暂时没什么大碍，她被人下了药，我给她打了一针，睡一觉就好了。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。我昨天做梦了，我做了一个白日梦，我梦见你的腿好了。小小，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没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昨天跟人打了一下，喝多了，发了高烧。昨天，陆凯。哎，别怕，没有人会伤害你的。昨天，你的腿，我昨天做梦了，我做了一个白日梦。我梦见你的腿好了，我还梦见你像英雄一样来救我。小小，其实我的腿好了不少了。放心吧，我知道你们的交情不浅，我不会跟他怎么样，就让法律制裁他吧。